哎，看一下哈，OK，好，我们问一下，我们刚刚说这个字要念成网，在这里当助词要念成网，对不对？好，再问，好，OK，这个没问题吧？谜语为什么？哎，那老师教的，好，我厉害，我记住，赞的啊！哎，东宇，为什么这个字要念网？他是写哈嘛，他为什么念网？哎，当助词念网，对不对？啊，从好，为什么当助词时候不念马，不念场，要念卡？为什么要念哇？提示主题。回去。因为全世界日本都念哇，所以我们只好念哇，所以这个不能问，对吧？所以只好念哇，因为他们都念哇，不然怎么办？好，所以。为什么这个念网？因为全世界日本人念网，哦，所以这个就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好吧？哦，你不能问我说为什么桌子叫桌子，哦，现在我不要懂了，哦，桌子就是桌子，我不要懂，我给小朋友们，好，好，可以吗？好，那我给小红，给小红，啊，不空调了，我说还可以讲很久哎，哎，空地就可以讲很久很久，那我们讲否定哇，啊，这古时候个否定吧，对吧？还在吗？会否定啊？还在哈？好了。哎呦喂呀！啊，咱这中午的否定，吾乃三太子是也，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把"吾乃三太子是也”把它否定掉，我们中午怎么否？我不是。对，"吾乃三太子是也"这个字，对不对？好，那以前的，比如我们现在啊，我是三太子。那就把该加成我不是三太子，我怎么加一个不嘛，对不对？好，那日我是，那我们在是的前面加一个不，啊，我不是，我不是，对不对？那日文呢是在后面加，日文的否定助动词在后面加，好吧？OK，加一个它的否定的不，也就是非，也就是否，对，我们中文不是不非否都可以嘛，对不对？叫做奈，哎，你好不？奈就是不，或是非，或是否，OK 吗？好，我先把它擦掉哈。好，来，给我念一下啊、哦。A 瓦 B 打奈，A 瓦 B 打奈，好，A 瓦 B 打奈，A 瓦 B 打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私は田中田中だ。好，加上奈。好，给我念一下。私は田中だ奈。私は田中だ但是私は田中だない。私は田中だない。对不对哦？对啊，对啊。好，这个是田中念田中，好，田中。好，私は田中だない。OK 啊，这是标准的日文哦。私は田中だない。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念一次，好不好？来，私は田中だない。再次，私は田中だない。多多。私は田中だない。OK，来，刘胜，睡了，刘胜，谈谈看，谈谈看，谈谈谈谈哟，当当哦，当你讲，OK 吗？对啊，对啊，来这种，好，睡了啊，那没关系，就这样，好吧？我们先三个同学就好，拍你啊。打翻奶了，太凉了。来，给我念下来。坦纳卡达奈，坦纳卡达，坦纳卡达奈，坦纳卡达奈，太凉。噶大概说点卡好凉啦，给我念下。我大西哇坦纳卡达奈，坦纳卡达奈，我大西哇坦纳卡达奈，好，坦纳卡达奈，坦纳卡达奈，不看我念不？田中だない、田中でない。あ、因为田中太凉了。好了，好了，好了。Home 了，书本，好，Home 了，书本。来，来，来，各位，Home 的奈，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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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奈。这不是书，これは Home 的奈，これは Home 的奈。看好了冇？好了，怎么样？これは Home 的奈，これは Home 的奈，Home 的奈，Home 的奈。看好了冇？Home 的
你无感觉啦？无感觉吗？好，歹势，日本人有感觉。日本人刚刚讲吼，后面加那一群吼大，但那太念啦，所以就把的把大换成的，为了什么？好念。好念，过来学所有日文文法都是为了好念，对吗？卖想伤济，日文文法是全世界上简单的，对日本人读较歹嘛，对不？连自己文字都不会发明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要念成的？为了什么？对，卖想伤济。好，再说为什么大家换成的？好念。哎，因为后面有耐的时候就要把它换成的，为了好念。卖想伤济哦，其他都没有，都没有，就是为了好念，卖念。好，所以我们学会了否定，对不对？就这简单。打后面加耐，啊打派两改成的，阿念两，阿念好不？哦，简单不？就简单，就是讲你哦，可以吗？好，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哦。好，这不是板仓。好，比如说我们说这不是板仓，好，来，跟我讲，これは，これは，板仓でない，板仓でない。好，我不是田中，我的希望。我的希望田中点奈，田中点奈，很自我拍的啊，对吧？好 ，OK 吗？爱好不？嗯 ，It's OK for you guys. It's for you guys. 好，那么请问一下，文主奈是什么？不是，奈就是不是，它有一个文法名词叫做否定助动词，来讲，它是否定助动词，就是奈，就是否定助动词。它加上去就变成否定的意思，还有爱玩 ，OK 吗 ？It's OK, boys, guys。哎，各位学员，你们都刚背完五十音哦，你们竟然听得懂这句话文法？领导是我搞的，哦，特 OK, 好，这个啊，否定的前面 ，It's OK for you, It's OK。好，别继续讲哦，我都讲了哟。歹听啦，还歹听啦，所以歹听啊。高雪，如果你看到你弟弟的女朋友，你绝对不会说她很丑，你绝对不会这样讲。弟弟可能还不会，还可能会讲。如果是哥哥姐姐，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讲。或是你妈妈买了一件衣服，可能你就不会说哦，你要上哪拍款，比较少啦。我们会说什么？不要睡。哎，他女朋友，他女朋友长得蛮爱国的，有没有？蛮爱国的那种，有没有？哦，不会说他很丑的。好，郭选，耐羞直接啦，你慢慢呢，耐羞直接啊，就直接给他否定掉，拍天啦，就等于你说他丑嘛，安尼拍天，好，安尼拍天，好 ，OK， 安尼变喏。很简单，我们把它写过来哈。好，很简单。A 和 B 的 nine， 然后呢，我们把 da 变成 day 了，好不好？对 ，OK， 到目前为止懂嘛，对不对？嗯。啊 ，nine 哦，想拍天了，你说他丑，摸呢，拍死。好，我们说他不漂亮。好 ，nine 的相反词就是 ugly。嗯。丑的相反词就是漂亮。好的相坏的相反词就是好 ，OK 吗？郭同学，跟我念一下，奈的相反词就是阿鲁。奈的相反词是阿鲁。阿鲁的相反词就是奈。奈。阿鲁相反词就是奈。哦，就现在 L 吧。哦，很简单吧。嗯。L 啊，好。阿鲁，我们先讲它漂亮嘛。嗯。啊，再把它否定啊。哦、不漂亮。啊、哦，对吧？好，来，跟小光。阿鲁吼，阿丹的改否定啦。好 ，OK， 我们在阿鲁的后面呢，加上一个 nu 就是一样是否定助动词。我们刚刚不是学了一个奈吗？嗯。那日文也有很多，像我们中文有非否不，对不对？那一样 nu 就是否定助动词，否定助动词。好，先加一个 nu， 否定助动词。阿鲁加 nu， 来跟我一下，阿鲁 nu， 阿鲁 nu， 阿鲁 nu， 阿鲁 nu。但是哈、哦，你讲卡客气耶。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加 des 吗？我们大不是加了 des 吗？对不对？我们大是加 des， 对啊、嗯、，des 是干嘛的？美化。OK， 那我们还可以先把阿鲁改成美化，嗯、他就该否定安尼啦吼、哦。
那我们再加一个 mas， 再加 nu， 同学 nu 是否定助动词 ，mas 就是美化助动词。哎，好不好 ？nu 就是否定助动词 ，mas 就是美化助动词。那这个阿鲁就是奈的相反词的动词，所以这个是动词，后面那两个都是助动词。阿鲁 OK 吗？好，到目前 OK 吗？好，到目前 OK 吗？谜语，阿鲁是什么？就是那个相反词。mas 是什么词 ？mas 就是美化助动词。对，为了干嘛？为了美化。对，啊 ，no 是什么词？否定助动词。啊，否定助动词为了干嘛？否定。对，因为它本来是丑嘛，我们要把它讲成不漂亮嘛，对吧？好，各位小朋友，哎呦喂呀，来跟我念一下，阿鲁马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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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亮了，哎，阿里马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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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马斯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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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亮了。马塞努，马塞努，马塞努，马塞努。哎，要不？我觉得啥？好念。好，哎，马塞努对不对？来继续哦，马塞努。马塞。太娘了。马塞。马塞。马塞。哎，过来一下，阿里马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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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马塞就等于奈了，哎，要不？不加固就是不漂亮。不漂亮，麦子，哎，这是怎么样呀？丑啦。It's okay for you guys. Okay, everybody. 哎呀。没有修改什么？哦，你说阿里马塞努，哦，你讲他大人你好，你当作你古人，知道吗？以前古人就是阿里马塞努，知道吗？对哦，古语。哎。对，如果今天有人在路上，这位兄台对吧？我连靠腰啊，这位兄台对吧？哎，高姐来 ，OK 吗？高丽酱 ，A 瓦 B 的阿里马森 ，A 瓦 B 的阿里马森，对，不是 A 瓦 B 的阿里马森 ，A 瓦 B 的阿里马森，哎呦喂呀，加给这个瓦啦。我觉得上，这个哇是要跟后面跟否定相呼应的哇，好与否定相呼应。OK 吗？各位有没有刮胡？有。刮胡表示它可以省略哇。嗯。我这个有刮胡吗？这是主题的哇，这比赛的话是比赛省略哦。这个哇可不可以省略？可以啊，这个你可以讲 A 哇 B 的ありません，或是 A 哇 B 的哇ありません都可以哦。对，它只是跟否定相呼应，而且它可以省略哦。所以虽然有两个哇，前面是主题的哇，后面是省与否定相呼应的哇，而且可以省略。哎，好吧。嗯。白俊，前面的哇是什么？是主题。主题。不是主持人。主题。对，那这后面的哇呢？与那个相呼应。那个是什么？后面的否定。否定。OK， 一号。哇，这个哇是什么？与后面否定相呼应。的哇，可不可以省略？可以。好，前面的哇呢？那个提示主题，提示主持用的。提示主题，就 ，everybody， 主题跟主持不要混作哦，嘿，主题是 topic， 主持是 subject。OK， 一个是主题，一个是主持，在日文当中是要分开的哦。好，我们现在目前都在讲主题，没有讲主持。It's okay for you。好，那我们先讲哈，好。高老师来，再给我念一次哦。A 瓦 B 的瓦阿里马森。A 瓦 B 的瓦阿里马森。水呀，好。来，看，对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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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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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瓦念成很念很快变成讲，知道吗？对。对瓦念很快变讲，来，给我念一下。A 瓦 B 讲阿里马森。A 瓦 B 讲阿里马森。就先念啦，阿念啦，所以课本就先念一下。これは本じゃありません。这不是书。就是来来来，所以 A は B じゃありません。其实本来是 A は B ではありませんね。本来啦。好，观众选来，你不会讲台语的举手。
几乎不会。几乎不会。哎，会一点，来，过来，你来。来，给我念一下哦。你讲，我讲中文，你讲台语哦，好，来念一下哦。一个，两个，好，你念一下哦，再念一次哦。一个，两个，你的音不一样哦，再念一次哦。一个，两个，哦，你自己想一想。一个的是什么？两个的是什么？你的一个的个不一样吗？哇，一个是几雷哦，两个是冷 A 哦。胡斌，为什么？没有研究，他简单问的好念吗？哇，因为当你念几的时候，你把舌头打到上面嘛，啊，所以要 A 的时候就把它滑下来，就变几雷，有没有？嗯。啊，你会不会念几 A？ 可以啊，你要很刻意，几 A， 冷 A， 可以啊。可是就变成很刻意啊，你会变成几。A 就很刻意，你很顺利就是几雷，对不对？为什么？它也有音变啊，这就是音变，知道吧？为了什么？哎，音变是这个变哦，变地的变哦。为了好念，日文的所有文法都是为了好念，慢想伤济，那是为着好念安尼尔。来调意思吧。好，来试好来几雷，几雷，两个，两个。好，可以看这里啊、哦。那猫头鹰是台语怎么讲？猫头鹰。所以你看、哦、其实本来是暗更叫啦，本来啦，你看更暗更暗更拍凉，后面还有个鸟，对不对？变成暗公、不是暗更哦，没人没人讲暗更叫，大家都说暗更叫，对，所以为什么好念啦、啊？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人会，这没有什么为什么啊？这个人，哎，没有为什么。为了好念，如果你知道它全部日文的文法都是为了好念，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就是为了好念，别想遐济。我以前读这拢无人教，我教我拢学袂收，遐想怪久。啊，为什么都要安尼？为什么都要安尼？为了好念啊！我想遐济，为了好念。所以日文根本没有文法，只是为了好念。It's okay, you guys。好，这，哎，这你要我讲，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哦。我还有很多可以讲，第一句。哎，可是我刚跟你讲过了，第一句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句如果只有教你一分钟，那种老师就不要教，不要去学他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他只是会日文。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上很久的小时，很多个小时，我还可以继续讲，因为他其实是最重要的。那很多人去学日文的时候，我想其实有没有？我们当初学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去初学桌球、网球，很多人都买烂的球拍，对不对？其实是不对的。你就你不要怕，球拍就这么玩，都不要怕，对不对？所以其实第一句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第一句学得会，在日文就成功一半了。所以各位同学，你都成功一半了。为什么？因为学好第一句。因为我敢，对哦，我敢。哦，你想话口型真的这样，要不要回答？对吧？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大家都成功一半了。为什么？因为是老师教的。对嘛，都是这样。OK 吗？好，回去马上抄起来，各位。谢谢。